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这真紧张的比赛，为着让小朋友更能了解自然生态，江北国小家长会会长杯独角仙比武招亲大会，总共有64只独角仙参赛，比赛非常的闹热，而且令人紧张。加油声充满整个会场。江北国小为了让学生更清楚独角仙生物的习性，今仔日举办家长会会长杯独角仙比武招亲大会，会长邀请专家针对独角仙的生命历程做说明，让学生在活动开始进行先熟悉独角仙，再进行紧张的独角仙擂台赛。现场加油加油声音不断，场面闹热。嘉义市议长甲市议员陈贤基、蔡英芳伫校方甲家长会陪同之下，来了解小朋友对自然生态教育的认识，也前往江北乌蝶园参观。独角仙比武招亲的大赛，那么我想透过这个活动，能够让小朋友了解到昆虫以及动物的生态，让他们在这个又具有乐趣又具有教育性的活动当中呢来学习，我想这是寓教于乐非常好的一个方式。总共有64只独角仙参赛，比赛非常闹热，而且令人紧张，大家都一直看到底什么人会赢。加油声充满整个会场。那么目前呢、大概这一次大概有64只独角仙在参赛，那么希望能够挑出前面的那三只最强壮的独角仙。那么我们港平国小目前的这个光蜡树，我们有光蜡树的林道，还有我们还有这个腐殖土区，那么对于独角仙的这个富裕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里把这个独角仙的部分列入我们课程，然后呢，好好的这个引导。最后获得冠军的是四年级的杨富武，伊表示会当获得冠军真欢喜，我喜欢独角仙。小朋友看到家己饲的独角仙徛伫擂台上，心内真紧张，但是有一股成就感。最新新闻，蔡碧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